是毛德华，我在宁波，我在余姚的藏亭古镇，就在我的身后，准备啊给你们拍这边，大概是什么情况？走，这个呀也是比较老的建筑了，位于这个古镇的渡口附近。以前是没有这么多桥的，渡口附近呀就会变得很发达。这个游艇还是不错的，古镇游艇，这里就是古镇了，建筑还是很有历史的，做不了假这种建筑。近距离给你们拍一下，很老的建筑，虽然有荒废的感觉，但是有人在晒衣服，所以啊没有完全荒废，有一半已经荒废了。应该是这样的，非常有历史的地方。这里往外走啊，感觉就到了新的镇区，已经出古镇。古镇停车场，我们再往前走看一下，好像是这样的，这边走啊就出来了。这个也是比较古老的，长满了青苔。